the entire world. We had the chance to flip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make sure the real checks and balances are Washington. America now has an insan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dge people based on their skin color, their last name. And I'm not on the ticket, but I am on the ticket because this is also a referendum about me.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卢琛。美国中期选举拉开了大幕，选民终于可以对特朗普的施政打分，要不就动摇他两年之后的连任，要不激励他更为激进。换言之，民主党如果能在这一次中期选举当中重新夺回众院的控制权，将会有利于规划2020年的大选，到时候扳倒特朗普。但是如果共和党人继续控制国会，特朗普势必会更为偏激。选战最后的一周，可以看到特朗普五天之内穿梭了8个州，参加了11场的竞选集会，并且祭出要取消出生公民权等极富争议性的话题。当然，这也是双刃剑，在动员共和党票仓的同时，也刺激到更多的民主党人的选民。那传统上说，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之内，所属党派是更有可能丢掉国会控制权的。但是健康的经济数据又对特朗普有利。今天晚上，凤凰连线，我们凤凰卫视的四路记者兵分四路啊，在重要的州份，在华盛顿现场是我们的记者王冰如，纽约现场陈新伟，俄亥俄州现场陈一谦，佛罗里达州的现场王佑佑，以及在华盛顿呢，我们还为您请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吴旭教授，大家直击中区选举烽烟四起。好，首先我们要请出各位的嘉宾，在华盛现场请教我们的记者王冰如。好，冰如，这一次美国的中区选举终于开打了，都说真的是激烈程度不亚于总统大选，所以这一次的激烈程度在华府看来，你身后这个国会山的决战目前的撕裂程度到底如何？是的，鲁申，确实呢，这一次中期选举呢，可以说是美国历次中期选举最为激烈的一次。单单从这一次的这个提前投票率就可以看出选民这个参与的踊跃性。那么在今年呢，提前投票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600万，在上一次中期选举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呢只有2800万，因此呢几乎是高出了1000万。那么提前投票率呢，也就预示着在今天真正会进行这11月6号参与投票的选民，这个数字可能会创下新高，甚至呢可能会突破一直以来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不到40%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这次中期选举呢，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除了435个国会的国会的众议院的席位会全部改选以外呢，参议院有35个席位要改选，州长呢还有36个州的州长要改选。那么这次中期选举呢，还创下了多个历史记录，除了这一次的筹款和花费呢创下了美国中期选举的历史记录以外，这次呢，女性参选人的人数呢也创下了记录，而这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一次呢，特朗普因素可以说呢是整个美国中期选举的主题。其实呢，历来美国中期选举都是对在任总统的一次考核，但是呢，今年的这一次中期选举，有超过70%的选民都表示呢，特朗普是他们在今天以及前面投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素。其中呢，有40%的选民都表示呢，他们投票的原因就是为了反对特朗普。那么28%的选民呢表示他们投票的原因是为了支持特朗普。那么我们也看到特朗普之前呢是马不停蹄的在各大州呢为共和党奔走呼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核心就是特朗普能不能把他的这些基础选民的对他个人的支持转化为对共和党其他的这些参选人的支持。那么现在看来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主要聚焦的议题呢是移民议题，并且呢希望以这个问题来煽动共和党的这些核心选民。但是呢，现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就是美国社会从2016年以来出现的这一个极度分化的一个背景。那么在共和党这些保守派选民呢确实很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但是呢另外一边的这些民主党选民，他们真正关心的议题呢其实是医疗保健啊、经济啊等等这些不同的议题。
题。因此呢，这样一个分化的美国社会，对于特朗普有没有可能赢得他这些基础选民对于共和党这些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呢，要打一个问号。那么今天呢，特朗普是没有任何的公开活动，相信呢他也在持续关注这一次中期选举的结果。那么其实呢，无论如何，中期选举即使按外界现在预测的民主党有80%的可能夺下众议院，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也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噩耗，因为他也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在任总统的第一个中期选举都会是在任党输掉这个国会。因此呢，也许所有的错误呢，并不能够归咎于特朗普。卢晨，好，我们在华盛顿现场也请教专家，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吴旭教授。好，吴教授在观察美国的政治生态啊，其实中期选举对于个人总统来说都是蛮重要的一次考核，但是这一次的惨烈程度到如此，体现出特朗普执政两年来怎样的一种民众的怎样的心态，动员程度这么深的这种社会大动员啊，体现出美国社会怎样的一些特点，您如何评价这一次中期选举对于美国政治的作用？其实现在这个华盛顿外面是阴雨绵绵，但是这种阴雨天呢也阻挡不了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热情。正如刚才这个冰屋介绍的，就是这一次选举呢，确实是可以说跟历次以往的都有不同之处。虽然我们可以看，就是从美国内战以来啊，从就是1865年到现在呢，一共进行过38次中期选举。那么在这38次里面呢，35次那都是执政党不仅在参议院，而且在众院那个丢失这个席位。那么平均来讲呢，这个在参议院呢是丢失4席，在众议院是丢失30席。那么如果总统呢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不超半数的话呢，他这个在众议院的丢失的席位更多。那么我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昨天呢最新的这个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在全国普遍的支持率只有39%，创了就是美国这个现在这个总统的这个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最低位。但是即便这样呢，我们也不能说对美国的真正的这次大选的中期选举呢有什么真正的定数，因为毕竟民调的这种准确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这一次大选确实是与众不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特朗普就是在美国呢是总统制，也就是说他美国呢是没有这个总统任期4年呢是没有这种信任投票等等之类的。那么中期选举在这一次呢就成为对美国特朗普执政两年的一个信任投票。那么最值得观察的一点是，我觉得就是在一年之前，可以说共和党呢跟这个特朗普还是有貌合神离的地方。那么毕竟在很多议题上呢，特朗普呢毕竟呢没有完全整合起就是共和党的相关的一些政策。但是在过去一年里呢，随着这个税改的通过，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贸易战的法案的通过，那么特朗普实际上已经把共和党给扭转成了这个特朗普党。那么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在前2年的时候呢，这个你很难想象像这个德州的参议员凯特·克鲁斯会请这个特朗普去给他站台助选。那么这一次呢，就刚才也介绍了，特朗普在5天跑了8个州，那其中他显现出的另一个背景的变化，就是共和党其实在所有的相关包括移民啊，包括税改啊，包括其他甚至贸易战这方面呢，都在向特朗普靠拢，而不是特朗普向共和党靠拢。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我们一直熟悉的就是民主党共和党。那么共和党呢在这次大选之后，特别是在中期选举，给我一个清晰的一个变化，就是他在逐渐向特朗普的相对极端的一些这个国内和国际的立场在靠拢。好，共和党特朗普化。好，现在我们分别去2个州啊，一冷一暖。先到俄亥俄州，我们的记者陈英谦。好，并且我们想知道俄亥俄州这一部分啊，尤其是特朗普还有他的女儿作为这个白宫高级顾问，昨天专门到俄亥俄州进行了站台，所以目前本周的整体的走向如何？好的，卢琛，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市政大厅之前，在俄亥俄州目前中期选举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投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6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中间的所有的投票站都会对选民进行一个开放，在7点半开始就会对所有的选票进行一一的录入和统计。首先要统计呢，就会是昨天晚上刚刚结束的提前投票，以及是所有通过邮寄方式进行的投票，这些选票呢将会第一部分被进行录入。那么他们呢也站到了整个
了俄亥俄州将近40%的选票的票值，所以我们在晚上的8点钟左右呢，很有可能就可以拿到一个接近半数的投票的结果。根据目前的民调当中呢显示，在俄亥俄州参议院，民主党的支持率会比共和党高出了7.5个百分点，在众议院16个选区当中，共和党在5个选区第一、第二、第十、第十二和第14当中呢都占有微弱的优势。那么在州长的选举过程当中呢，民主党的候选人比共和党的候选人是高出了4.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这一次的俄亥俄州或者是整个铁锈带州都很有可能会产生红翻蓝这样一个局面，这也让共和党的人以及特朗普呢都感到了有一丝的忧虑。特朗普呢在昨天下午2点钟到3点钟呢就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了克里夫兰，进行了最后关头的一个选情的拉票环节。在当中呢他提到了包括提高就业率啊，包括将制造业重新带回克里夫兰州啊等等，这些2016年就谈过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党呢和特朗普他们都对于克里夫兰以及俄亥俄州是有一个巨大的青睐的。这一方面呢是包括克里夫兰，它曾经包括俄亥俄，它在美国中部地区呢一直是一个选情的风向标。在美国政坛当中就有这样一个戏称，是叫做克里夫兰魔咒，俄亥俄州的魔咒。那就是如果在大选当中失去俄亥俄州的这样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他是不会可能会获得大选成功的。因此能不能夺得俄亥俄州是在共和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2016年我们看到共和党人他们是在80年来首次将非常重要的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移到了克里夫兰州，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州，对于俄亥俄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抱负在这个里面，他们对于这里是非常看好，也非常希望能够夺下这一块非常重要的阵地。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还能不能够保住曾经在曾经从民主党口中虎口拔牙夺下来的这个城市，夺下来的这一个铁锈带地区，对于无论是特朗普未来2年的执政，还是2020年的大选，都会有非常非常深远的意义。卢晨，好，俄亥俄州这个标志性现在有红翻蓝的趋势，但是也不能小觑特朗普个人的动员能力。好，我们再到南部去看一下佛罗里达州，这也是标志性的啊，得佛州者得天下。我们的记者王悠悠，好，悠悠，在佛州这个摇摆州目前的整体状况又如何？尤其是靠边境这个中美洲以及拉美裔的移民非常之多，这个移民政策在当地有怎样的影响啊？哈喽，卢晨，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最新的民调情况呢，是民主党是处于领先地位，在佛州无论是在州长的选举还是在参议院的选举，目前在州长选举中民主党是以4个百分点领先，在参议院的选举中民主党是以3.3个百分点领先。但是这个领先优势我们也看到它的优势是非常少的，而且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在过去几次选举中最后拿下佛州的候选人呢，他的领先的票数呢都大概平均只有8万票左右。因此也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投票中呢，在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中，一共是有600万左右的佛州选民进行投票，因此8万票真的是非常少的一个票数，无论哪一方胜都将是险胜。而且我们现在掌握的最新的数据呢，民主党整个佛罗里达州选民已经是有510万选民进行了提前投票，大约是不到40%的选民。而我们也知道其中呢有大概40.1%的选民呢是共和党选民，40.6%的选民呢是民主党选民，略微的领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以这个来推断今天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佛州永远是最后拉锯战的一个州。而且我们看到最近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有他的副总统，还有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前副总统拜登呢，都是轮流的轮番的来到佛罗里达进行竞选。而且我们根据掌握的从共和党以及民主党掌握的最新的数据呢，他们民主党呢是已经跟将近1000万选民进行了接触，而共和党呢是跟650万选民进行了接触。到底他们这个两方的攻势有没有用，我们也将看今天揭晓的结果。今天呢是从7点钟呢就在我身后的投票站呢已经开始进行投票，一直到今天晚上7点，一共12个小时。而佛罗里达州是属于数票比较快的，大概晚上9点钟就能知道整个选举的结果，因此我们也拭目以待今晚的结果。
卢晨。好。好，继续请教吴旭教授啊，吴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既然这个标志性的州份目前感觉这个民主党的气势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所预测的最后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否还如更多的人认为，比如说众议院可能会控制权归民主党，那参院还是在共和党手里，那这样的一种生态对于两党来说接下来的布局有怎样一些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判断基本应该是准确的。据我的预估，我觉得共和党应该能够保住参议院，甚至可能还增加所有的席位。那么这个众议院它肯定会失去的。那么失去之后呢，对于特朗普呢，特别是国际问题呢，会造成相对大的影响。因为包括国内的他一直推行的这个减税的政策，还有包括这个移民的政策，那么这个呢，在众议院呢都是在民主党是非常反对的。那么在这个两个相关政策上呢，他会为这个特朗普呢在下半程任期里面呢，会提供很多的掣肘。那么包括特别是民主党的一个主导的议题，就是说要增加国内的投资，特别是在医保改革、福利改革方面。那么这个些呢，都是其实特朗普一直所抵制的。那么在下半程呢，这些方面民主党会给他出很多的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民主党是憋着劲儿要在下半程，如果拿下众议院之后呢，会把整个的弹劾这个听证呢摆上日程。所以如果这个民主党拿下众议院之后，未来两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主导议题就是关于弹劾问题的听证。虽然众议院无法主导最后弹劾的成功，但是每天都举行了关于这特朗普关于他的这个税收的问题啊，关于他如何这个一些的丑闻的问题啊，可以我想让特朗普不胜其烦。但是我刚才讲的这都是国内的议题，那么众议院来讲呢，对国际问题的它的影响力相对是比较小的。如果特朗普还能保证参议院啊，在这个共和党这边的话，那么在比如说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还有在全球在伊朗问题，在这个朝鲜问题，在其他的国际议题上，其实特朗普还将会一意孤行这样做下去。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国内的有的观察家认为说，如果众议院拿下这个民主党拿了众议院之后呢，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呢，相对会减轻很多压力。我倒不这么看，不这么认为，因为毕竟从现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数字来看，这个特朗普想要通过贸易战达到这个减低贸易赤字的目的，并没有达到。那么上一个季度，实际上这个贸易赤字还在扩大。那么这个如果达不到目的的话，特朗普会剑走偏锋，我相信他可能会使出这个更蛮横的一些招法来。好，所以国际议题要不遗余力啊，特朗普会这样。好，稍后我们要看一下究竟金融市场的反应如何，一会儿见。好，欢迎各位回到现场，继续关注中期选举，尤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于选举的作用。好，继续请出各位嘉宾做深入分析。在纽约现场，首先我们请教在华尔街的陈清伟。好，清伟，目前我们先看一下时事动态吧。目前华尔街整体对于现在的中期选举时期的一个数字表现如何？好的，卢晨。那美股在今天开盘之后是小幅低开，随后是迅速的转涨，但是目前三大股指的涨势呢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也可以看到市场是一个审慎观望的态度。那目前道指是上涨约59点，标普白指数目前上涨约0.4%，而纳指目前是上涨约0.84%左右。再看道指方面，目前卡特彼勒以及 IBM 是领涨道指，而威利森通讯以及摩根大通呢今天是表现不佳，目前也是维持相当明显的跌势。行业板块方面，电讯板块在开盘之后后是迅速上涨近1%，领涨大盘。那么科技板块、工业板块及能源板块目前也都是表现不错，不过生活必需消费品板块及金融板块目前是跌势明显，下挫约0.2%左右。不过整体来看呢，整个标普500大盘还是表现相当的稳定。那么纳指今天是表现不错，目前也是领涨大盘。那么几大科技巨头的股价目前都上涨约0.7%左右，中概股目前也是表现不错。所以说整体来看，目前华尔街的表现还是相当稳定。那么市场也认为呢，可能是市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对这次中期选举带来的预期。那么除非发生大的翻盘或者是意外的情况，美股可能不会出现非常大的波动。卢晨，好，在华盛顿现场继续请教吴旭教授。好，吴教授，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整体的经济政策啊，对内对外，其实对外这种与各国的贸易战
不管效果怎么样，但是对于美国国内它的经济数据、经济的成绩单还是不错的。所以您如何评价它这样的一种经济的表现对于接下来中期选举的一些作用？因为毕竟这个美国的特朗普刚刚实行的这个减税的政策，它确实对经济的这个刺激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一季度和上一季度看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经济的荣景数据呢，都是因为这个美国的一些大企业把它通过税收一个新的核算方式呢，其实展现出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单。但是呢，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它如果整个的经济大周期来讲呢，现在属于它的上升阶段呢，可能说到尾部的阶段。那么虽然也就可以它还能够经受住因为这个贸易战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想这些影响呢，随着时间的消失，可能慢慢它的影响会逐渐的减弱。那么随着美国这个利息的这个上涨，就是利率的上涨，那么整个它的成本还有其他的，包括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的这个财政的这个赤字，那么都将会给美国的经济的下一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市场的反应，其实市场的现在已经预期，就是说民主党会拿下众议院，那么共和党还会拿下参议院。如果共和党能够还保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话，那么美股会暴涨，因为它就可以预期呢，就是共和党所推行的这种减税呢，会更加这个可以说更大规模的实施。但如果一旦民主党把参众两院全部翻盘的话，我相信市场会有一个极端的反应。那么今天上午我来的时候，看到几个关于这个投资银行这个老总的访问，他们就用了一个词叫 disaster， 说如果民主党拿下参议院的话，那么对市场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因为民主党的一些相关的做法，不仅会把特朗普的相关的减税政策给他重新的回调，而且在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投资等等领域呢，都会做出很多这个非常大的这种改动。那么这些改动对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未见得是一件好事。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嘉宾就中期选举来透视出特朗普的政策，感谢您的收看，再会。要手中汇票。